接着看住行有三啊，一者行行，二所行行，三所了行。了是明了，清凉大师注解讲得很清楚啊，为一切行无常无相，即所了也。这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众生不明了，以为这个世间一切现象是实有的啊，是真实的，所以在这个里面呢，起了妄想分别执着。我们常常讲的呢，升起控制的念头，占有的念头，啊，这个念头一生呢，就是造业了。虽然没有行为，意义同样啊，要感受果报啊。如果他有福报，他有权，有势力，他的控制占有啊，伤害了许许多多众生，这个罪业就重了。佛经里面说的很多，啊，就说这个弱小的动物，世间人所谓啊，弱肉强食啊，认为我们杀这些小动物吃它的肉好像是应该的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啊，这些小动物即使是一个小蚂蚁啊，一只小蚊子，它跟人一样啊，它也是一条命啊，你杀它，它甘不甘心，情不情愿被你杀。如果他不甘心不情愿，那我们想一想他有没有仇恨，他有没有报复的念头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啊。他要怀恨，他要有报复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我们这一生得人身，来生能不能得人身呢？问题大了。啊，说不定我们杀死这个蚂蚁、蚊虫，他来生得人身了。我们说不定来生呢，就变成蚂蚁、
变成蚊虫了。啊，他遇到了，他再来杀你。所以，六道轮回里头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情？那个现象没有别的，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。越来越严重。越报越残酷。无着卧室就这么一回事，你要把它看穿，你把它看明白，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你就懂得了，一丝毫贪念都没有，决定不会做丝毫损人利己之事。啊，世间人迷惑颠倒，追求物欲的享受。我们不要看别的，看弘一大师。觉悟的人，生活简单。你看他多快乐。啊，一生当中消业障啊，不造恶业了。啊，他所造的是净业。啊，这个造业，这也是三大类啊，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，这是讲世间法。出世间法的时候有净业。啊，什么叫净业呢？与自信清净心相应，与性德相应，净业。净业的果报不在六道。再跟诸位说，不在九法界，在一真法界。这个人聪明啊。心地永远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只要与这个相应，那个业叫净业。啊，与这个不相应呢，那就是善业、恶业、无忌业。无忌业虽然说不上善恶，啊，但是与这个不相应，啊，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不相应。我们学佛这个不能不懂啊，啊，不能不了啊，啊，这我们要所了啊，要知道诸法无常，啊，你对于一切诸法就不会留恋了。啊，觉悟，觉悟的样子是什么呢？佛讲了三个：无常、无我、涅槃。啊，小乘称为三法印。一切诸法无常无我啊，要知道啊，无常这里头的密意
就是不存在，不可得。啊，常是常住啊，一切法了，刹那生灭，哪有常住？刹那生灭，我们的身刹那生灭，我们的妄心也是刹那生灭，只有真心不生不灭呀！啊，你看大乘经上常讲常住真心呢，那个不生不灭啊，这通通都生灭的，生灭法了，你怎么能得到？你怎么能控制？所以控制啊，跟占有啊，都是妄想，都是造业啊，实际上你控制不了啊，不但对外面你没有办法控制，对你自己本身你都控制不了啊。这个身体刹那生灭你能控制吗？我们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啊，六根无常的，六尘境界也是无常的啊。真常是什么东西呢？是六根的根性，在眼叫见性，在耳叫闻性，见闻觉知啊，是正常的。常住真心呐，只有这个是真的，除这个之外啊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我们不能不晓得，啊，晓得这个真相呢，你的心就定了。不再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就得三昧了，你才能入佛境界。啊，那么身在这个世间真的得解脱了，得大自在了。啊，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百分之百的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！你造恶，我随喜你；你造善，我也随喜你。啊，我虽然随喜，心底一尘不染啊，永远真诚清净平等觉。至道世间啊，真诚照世间，清净照世间，平等照世间，正觉慈悲照世间，真的像一面镜子一样啊！这个照世间就是救护世间了。我在随喜当中，你仔细看我观察，我是怎么做的，我是怎么说的，我是怎么想的啊？其实对我自己来讲，没有做也没有说也没有想啊，现身有做有说有想，那是众生有感的，菩萨有应的。
大乘经教里不是常讲吗？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。这大乘经上讲的很多啊，尤其是般若经里头。这是诸佛菩萨包括阿罗汉呢示现在世间的。他为什么来示现呢？感应道教。众生有感，自自然然就有应。这个应身住在世间，长短随缘。众生感的时间长，应的时间就长；感的时间短，应的时间就短。没有生死啊！真的是不生不灭啊！佛菩萨如是，一切众生哪一个不如是？只是一个了，一个不了。佛菩萨明了，众生不明了，确确实实，佛与众生差别就是在迷悟啊。我们非常有幸，无量劫来都在搞生死轮回，没有想到这一生呢遇到佛法啊，遇到无上甚深微妙法了啊。只要我们这一生明了了，觉悟了啊，这一生来到世间那是最值得的，最有意义的。可以永离六道轮回。可以超越九法界。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净土，亲近弥陀啊，除此之外没事啊。在这个世界记住古大德的一句话，多思不如少事啊，少事不如无事啊。随缘决定不攀缘啊，攀缘是什么？我主动要想做什么做什么，攀缘啊。随缘是所有一切条件都成就了。所以讲顺水推舟啊，这随缘啊，不费力气啊，不要操一点心啊。我们曾经想到啊，希望建一个弥陀村，希望能有这么一个机缘啊，给退休的老人万缘放下，一心向佛啊，想了几十年，缘不成熟啊，不能勉强。
那么我们想到如何能够把中国最宝贵的文化典籍能够流传，不至于在动乱之下散失。我们也曾经发心想将《四库会要》印一千套啊，语言不成熟，凡事都有缘呐，这个缘是众生的福德了，众生没有福，应该要遭难，佛菩萨也帮不上忙，为什么呢？自己造作的，自己一定要承受，不能说自己造作的，自己可以幸免。这在因果定律上讲不通啊！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实现马麦之报遇到饥荒啊，透不到东西啊。人家养马的、马吃的这些东西，拿来供养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接受啊。这是示现给我们看，业力不可思议虽然成了佛了。佛也是凡夫修成的，没有修行正果之前，所造的一些恶业还在阿赖耶识里头不错了，诸佛菩萨了，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，释迦牟尼佛也转了为什么还受这个报呢？一般人受这个报苦，释迦牟尼佛受这个报没有苦把这个当作教化众生的教材，告诉大家业因果报一定要自己承受如果你明白了觉悟了，那么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你要对将来果报负责任，这不是对别人啊，是自己啊。所以佛菩萨了，把所有一切善恶业通通转变成教材拿来实现，实现身教啊，我做给你看释迦族遭琉璃王消灭了，也是过去世的续因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啊，琉璃王在过去生中他们那一族是一个池塘里面的鱼释迦族 这一批人的时候，把这个池塘这么多鱼的时候通通打下来吃掉了这些鱼以后
投胎就变成人了。啊，他这个怨恨没有忘啊。啊，来报复啊，把释迦祖灭掉了。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。啊，知道这一桩事情了，你还敢杀人吗？你还敢去杀僧吗？啊，所以佛讲得很清楚，世间战争，这个战争的因，业因从哪里起的？吃众生肉。所以佛说，如果要世间永远没有战争，他说，除非众生不吃肉。众生要不吃肉了，世间再不会有战争了。只要世间众生还要吃肉，这个世间战争就不能避免。原因在此地啊。啊，我们学佛的人没有别的。佛法讲的是什么？实在是就是六个字：性相、离事、因果。啊，这六个字通通搞清楚了，通通搞明白了，你就是佛，你就是菩萨。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一切众生因果报应啊，过去未来全都明白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就知道了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的。啊，无论做与不做，都得大自在。啊，真正知道，没有生死。不但自己没生死，所有一切众生皆是不生不灭啊！但是一切众生他自己不知道，他自己迷惑啊！我们确确实实明了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一切法这个相续相是无常的啊！一切法不存在的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无相啊，中国大乘的禅宗啊，禅宗的根本理念就是无相啊，所了心永远是定的啊，绝对不会再有妄想分别执着啊。这个是这一大段呢，都是讲佛种不断。云何救护呢？因说诸法慈悲救护一切众生，就在这一句啊！啊，那我们想想，
受持读诵是佛种不断啊。我们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啊，佛菩萨的演说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接受了，永远保持。啊，每一天读诵，温故知新啊！啊，诸位要晓得，读诵就是亲近佛菩萨。读诵，我们的心性永远跟佛菩萨结成一体。念字在字啊，救护众生呢，为人演说啊，演是表演，身教说是演说言教。佛菩萨应化在求法界，他来干什么呢？就是救护众生，就是为人演说的。一举一动，点点滴滴，都是教化众生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到这个世间来，八相成道啊，那表演呢、啊、八相里头最重要的是成道，是教学啊，教学是转法轮呐、啊，事先成道。修行成道，啊，教学49年，啊，300余会呀、啊，那个会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办活动啊，啊，我们现在在图文吧，目前我们一年。办4次活动，啊，就是4会呀，啊，每一季办1次，啊，70天，啊，活动期限70天，啊，那么佛当年在世啊，亦复如是啊，有些活动时间短，有些活动时间长，不一定，一切。都看缘分我们都要向佛学习佛法在今天不仅是佛法，整个社会形态来讲，圣贤教育
衰微了。众生迷信科学技术，迷于五欲六尘，不知道有前生后世啊，不知道有因果报应啊，所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一生时间虽然不长，可是他所造的这个罪业果报之严重，非常恐怖啊。他自己居然无知啊。但是苦报决定不能够避免啊！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，不觉那我们是随业流转，跟一般人没有两样啊。觉悟过来之后，那我们就要学佛菩萨，我们自己在这个世间如何不染世间，如何不受这个世间影响，决定不受这个世间诱惑，成就自己的道业，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啊，做些什么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就是前面讲的所了心啊。我们怎样帮助先前一切苦难众生啊，还要想到如何帮助往后的众生帮助现前众生，也说帮助而后的众生，后来的众生怎样把这个影响扩大延长啊？那么在古时候他的方法传人这是把这个影响延长了，代代都有传人。第二个就是著书，著书立说，传之久远了。书本因为那个时候流通量很少啊，怕遗失啊，怕失传啊，所以有些人就想到了刻石，把这个经文刻在石头上啊，不容易损坏啊，藏在山里面啊，像在中国过去在房山发现的石经啊，古人讲啊，名山四叶，就是指这个。
一部大藏经啊刻在石头上。我听说刻了差不多800年啊，经过多少代啊，把这个事情完成啊，藏在山洞里面。二次大战之后才被发现啊，古人的苦心啊，希望把古圣先贤教诲啊用这个方法传留给后世啊。现在科技发达，印刷的技术进步了，所以经论可以大量流通啊，这样不至于失传了。啊，可以流传于后世。但是现在又遭遇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啊，那就是文言文现在没有人懂了。中国大陆推行简体字，啊，中国古籍留下来的，现在他们都成繁体，啊，学简体字的人对这个繁体字看不懂，文字起了障碍，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！中国这个几千年来，言语文字随着时代啊，这个言语随着时代在变迁，文字不变呐，啊，文言永远不变呐，所以这个文化的沉船。三千年不绝，这是有它的道理在啊，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没有想到的啊。我们中国古老的祖先确实有智慧啊，他想这么一套方法啊，让千年万世的后人读到古人这些文字，就跟面对面谈话一样啊！啊，言语怎么变？文言不变。语言会变，文言不变，所以叫文言啊。啊，那么今天要不学文言，啊，这个《四库全书》中国这么多典籍。你没有办法看了，你不懂啊，等于一堆废纸摆在那边，确实是宝藏，你得不到。所以文言文的学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脉，谁学习这几千年的典籍，他拿到这个钥匙，他得受用啊。佛经的翻译，祖师大德都想到啊，所以佛经的文字
是最浅显的文言文。啊，几乎是翻译那个时代的白话文。啊，所以经典你看比起古文容易懂得多。啊，为什么用这个浅显的文字呢？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看得懂，都能够了解佛所说的意思，你自己才能得受用啊。所以学佛不能不重视德行，不能不重视文言文。啊，这两桩事情是入佛基本条件。文言文怎么学习呢？往年我在台中的时候，李老师教导我们，最基本的读诵，读对着经本，这叫读；不对经本叫诵，诵就是背诵。你念熟了，你能够背了，就不要再看经本。啊，老师讲，能够背诵5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阅读了。你要能够背诵100篇古文，你就有能力写作了。啊，你就可以写文言文。这要下功夫啊。啊，至少2年的功夫。一个星期学1篇，啊，1年算50个星期，2年呢，你能够学100篇古文呢。文字障碍你突破了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啊，我过去在台中10年。跟李老师，李老师每一个星期给我们上一堂国文课。啊，教材呢就是《古文观止》，10年了，这一部《古文观止》300多篇呢，我们念完了。那么现在没有人教，自己要想方法进修啊，要知道这个重要啊。现在我们教堂两边你们看到的啊，四库全书会要，这一边是大藏经，啊，摆在这里很好看的，它不是看的，是叫你读的。啊，现在展开书本的时候呢，你读不下去。啊，原因就是你没有这个条件。你们想想这桩事情重不重要呢？啊，为人演说要有为人演说的能力，
我们如果不具足这个能力，那是一个空话了。啊，要想具足这个能力，从哪里学起？从古文学起。啊，台湾现在这个新出版的《古文观止》这个注解，啊，注得很好。台湾国语日报出版的《古今文选》很详细，注的很详细，还有白话的翻译，啊，那个白话翻译，你跟原文去对，然后你才能够理解，啊，原文的那个精神意趣翻不出来。你只能翻他的文字，你不能翻这个写文章、写这篇文章这个人当时他的心情、他的境界，这个你翻不出来。说明翻译不容易啊，所以翻译佛经大难大难呐！啊，佛经是从心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言语啊，什么人能翻译呢？明心见性的人，他行。为什么呢？他也入佛的境界啊，佛的境界他了解。他能翻得出来，他能说得出来。不入佛境界，就决定翻不出来。啊，就跟翻译一篇古文一样，你不懂得他的那个心情境界，他的文章的时候，你能够欣赏，啊，大概只能够三四成、五六成。就很不得了了。你的学问道德比他高没问题。他的东西你能够了解100%。你的道德学问不如他了，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他的文章。这些话都是真话了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是真正想佛种不断啊，自己的佛种不断，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教化的佛种不断，我们要不具足这些基本条件啊，基本条件在中国人来讲的话，德行跟文言文啊，文字上没有障碍啊，德行呢是义理上没有障碍啊，所以有德行，有这个文学的修养，这两种障碍可以突破，你才会有成就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，一定要自己发大心大愿的，弘护正法了啊，你自己才会发奋。
才会真正用功，自己真正发奋努力，你一定得佛菩萨威神加持啊，你会成就啊。初学要吃苦头啊，怕苦怕难，这是业障，这是烦恼啊，这就把你的愿心善心呢障碍住了啊，不怕苦不怕难啊，还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啊，这个文学的修养至少要2年功夫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